次同佢第一次合作啦，咁之前其實都係睇佢個戲多咯，冇乜去打聽呢個人究竟係一個咩導演，但係我就知道佢出嚟嘅戲好多，我自己都好中意。譬如 PTU， 我真係好中意呢一套戲。咁同埋佢最叻嗰樣嘢就係去 make over 一個 actor。咁我其實好期待佢喺佢手上，我會係點咧拍出嚟？即係呢樣嘢我好期待咯。每個人嘅要求又唔同啦。咁譬如話同導導演嘅。就我覺得佢最叻就係可以直頭改變咗嗰個演員本身，即係成個人可以變咗另外一樣嘢，嗰個性格可以變咗。咁譬如我之前譬如做冷靜熱情啊，或者做無間道啊，即係都係比較 feminine 啲嘅。但係依家做咗呢套就佢可以幫我拍到我係好似一個男仔咁剛強嘅。咁強嘅，同埋佢好每一個細節佢會 design 咗俾我，同埋佢真係會想喺拍攝嗰個場地，佢會真係會親身去示範俾我睇佢想要點樣做嚇。其實都同導演拍都幾自由嘅，因為其實佢都係。rehearsal 嗰時候，佢會任你自己做，咁我自己喺屋企會 prepare 幾個唔同嘅做法，咁就去到就做俾佢睇。咁如果一見到，如果一做完，你見佢走過嚟同你講，咁你就知道佢想改你啲嘢。咁第一日、第二日拍嗰陣時候，我見佢點樣改，咁我自己就會 feel 到，哦，原來佢想 Rebecca 係咁樣嘅。咁我會慢慢就會自己扭，即係 tune 翻去佢想要嗰樣嘢咯。在某程度上他去更改我的事都挺多的，即是無論在個心態啊、表情啊，或者是我的節奏呢，通常你拍導演可能都會要求你做一些事，但是他可能表達不到的，或者是甚至乎有些會不識添。但是跟他合作的時候，我很奇怪佢點解會咁認識演戲呢樣嘢咧？咁除咗咁，當我知道佢咁認識嘅時候，我又好完全好放心咁樣去同佢做嘢啦。最主要係我都幾完全相信佢嗰啲好佢嘅合理嘅要求啊。今次我喺呢個戲裏邊，同我個人嘅過去嘅演繹或者係我自己都有一個新。其實佢唔係淨係要達到個人嘅目的嘅，佢都係其實想為成個警隊攞翻個好嘅聲譽翻嚟。警察都可以舉手投降嘅話，我哋市民可以點？我好想警務處長、保安局長回應呢個問題。我會要求佢哋上立法會回應。咁其實我都有嗰時同個警司女警司傾過，咁你捉賊係即係過程緊唔緊要咧？咁其實佢話過程唔緊要，最緊要就係個結尾。咁我哋呢套戲個結尾真係捉到個賊，咁即係呢個係 Rebecca 嘅 point of view， 係我唔理過程，我要捉到個賊。我諗如果喺現實嘅警察有冇用去用媒體去令到件事破案，或者做一個 image， 我相信有嘅，我相信有。唔係相信，應該係有啊！我見過都有，事實係有嘅。不過只不過可能我哋今個戲個戲劇上嗰個元素就係將呢樣嘢放大啲去做咁解。呢段係警方發放俾各大傳媒嘅片段，畫面清楚睇到警方出發嘅情況。我諗今次會更加難啲啊，因為佢喺咁多男性嘅同事底下，即係全個工作環境都係男性，咁仲要佢去命令佢哋去做嘢之餘，仲要佢哋去服自己，我諗呢個係一個好都係幾難嘅事咯。我諗有時即係命令人哋去做嘢嗰個語氣上邊啦，同埋呢個角色本身佢又係好冷靜啦，咁又係好有腦嘅。佢想大家睇到佢點樣善待人質。資訊發達有好有壞。我哋都放飯。去買咗個飯盒，揾啲嘢大家飲下，仲有生果。葉麻記者，所以佢
我諗語氣上去 order 人哋點樣去做嘢啊？呢個係導演會每一粒音都會教我點樣做，同埋佢會幫我人性化我角色，咁又會幫我設計埋好多小動作啊咁樣。我當我猜咁耐，都未試過 operation 中間有放飯 ，last 幾耐大家就埋幾耐。喂，這個唔止一個 operation， 仲有一個 show。我派飯係話俾全香港人知，唔知炒同人質需要食飯，警察都係人，都會肚餓，都要食飯，明唔明啊 ？Yes, madam。即係佢唔會太過花巧，當然可能你喺戲劇上邊，你唔可以話樣嘢好真實，咁好真實就有啲嘢就唔吸引嘅，即係真實嘅警察可能好枯燥啊，或者點樣？咁當然有戲劇嘅成分裡面啦，咁但係佢就唔要求有造作啊。即係我嘅第一場戲，我啱出鏡嗰場戲係嘛？咁咧就我要同所有嘅上司一齊開會，咁佢就叫我講嗰個對白嘅時候就係分開幾個 point 嘅，即係我嘅人係分析能力好高嘅 ，image 係緊要嘅，我哋應該做翻個 great show， 以牙還牙。呢個是 media 的年代，我們需要在 media 的手，就要在 media 度贏翻。大家明白我講咩啊 ？Rebecca， 咁所以我講嘢係好簡單，好到 point 嘅，咁所以就分開一個 point、兩個 point、三個 point， 就係咁樣，同埋個 timing 咯，有三種唔同嘅感覺。你知道我係邊種人嚟㗎？係就係，唔係就唔係，黑同白就係咁簡單。你同我都係咁 train 出嚟㗎。咁跟住任達華就係做我上司，咁喺戲入面就係有少少嘅對手戲嘅啫嚇。咁我諗嗰場戲係交代翻 Rebecca 係一個好黑白分明嘅人，佢公就公，私還私嚇，佢係好清晰嘅，個腦入面好清晰嘅。感情嘅嘢就係唔係黑同白咁簡單。Rebecca 喺杜琪峰嘅電影裏面咧，佢要就要好真實嘅嘢，佢就唔要你好形象化嘅嘢咯。即係你唔好好似好有型咁攞支槍出嚟嗰啲，佢反而佢係唔係要呢啲嘢嘅。咁我諗佢盡量要真實嘅嘢咯。唔想有包裝過嘅表情出嚟咯，嘅動作啊、表情啊，甚至乎係講説話嘅語氣啊咁樣。呢、這個女警司講佢就係即係好有腦嘅，佢係食腦嘅，佢就喺架車度指揮人哋去做嘢。我呢次行動嘅助理指揮官，我想同你揸飛哥傾幾句。咁其實基本上拍嗰陣時係幾舒服嘅，咁成日喺架車度，咁但係即係冇對手同你一齊拍戲咧，就真係冇咁過癮咯，即係好悶咯，一個人。方姐姐警官，你不介意我這麼叫你吧？唔介意，個名改嚟俾人叫嘅，有咩要求？可唔可以放咗人質先？你長得很漂亮，很上鏡。咁即係總共其實應該排咗三日嘅，未試過咁樣拍戲，但係好開心咁樣拍戲。由第一日彩排試，係所有人都著曬衫、著曬戲服，所有機器即係 camera 同埋所有人喺每一次 rehearsal 裏邊都好似係正式拍咁樣。排咗三日，好攰，攰到我腳軟跌低咗添。但是做了一件很成功的事出来很开心。因为其实那个 ending scene 都是要都是十分钟一 take 过这样 take 的。那又是 rehearsal 了一两日这样。那其实我想所有人都要很集中去做这件事。那还有我即之前的戏全部都是那个 MCU 的车里面。那所以都很闷，即是没有阳光，那成日来来去去都是同空气做戏。那不是很过瘾。那但是当你在室外咁，同埋所有嘅實景啊，咁跟住嗰個 take 係一 take 過嘅，咁作為一個演員，你會覺得好入戲，好好玩咯。咁所以其實 rehearsal 嗰時候，即係真係即係好似家輝講咁，係大家都換曬衫啊，咁個個都好投入，因為嗰個 timing 係好緊要。每一個爆炸，每一個開槍。有個 stuntman 追車，所有嘢全部都係 about timing。即
所以大家都要好集中咯，因為大家都唔想出咗佢自己咯。咁其實呢個 experience 係好好玩。嗯，跟住最後係呢部戲，我覺得最值得睇嘅咧就係opening 同埋 ending 嗰七分鐘、十分鐘長嗰個線咯，因為喺香港電影史上，我覺得係首創噶啦，大爆炸嘅喺 lift 槽入邊嘅大爆炸先至係喺公司搭咗一堂景去做的，其他全部都喺一個大廈裏面做曬嘅。我都係希望可以，因為最近都係拍啲 action 戲多，咁可以即係拍啲唔同類型嘅，我都想，我想試下comedies 啊嗰啲咯，或者。我自己嘅心態都有啲幾似呢個警察嘅人，咁我都係一啲我唔想講咁多嘢，又想做到啲嘢嗰啲人，又好急，又好急躁。哦，係啊，真噶？咩警員嚟噶？鹹必啊 ，PTU 嗰啲。真噶？係啊。我唔怪你咁勁啦。勁？咩勁啊？我真係好勁，好似咁，你明唔明啊？嗰啲揸槍嗰啲咧，完全係嗰啲手勢咯。係啊，好耐以前。我做過喺街度巡邏嗰啲啦。咁又做個 PTU 啦，咁啊做個交通警。嗱，呢個係其中一個好神奇嘅處理方法，就係呢個戲嘅其中一個好特別嘅處理方法，就係我哋有三個演員 ，Kelly 啦，就面齊啦，我啊咁樣。但係其實我哋三個人咧係冇碰過面嘅，係直接喺 ending 嗰度先大家見到面嘅啫。一個 shot 兩。咁即係呢個戲嘅一啲戲劇性嘅包裝啦。咁你想問我係 Kelly 乜嘢啊？Kelly 似唔似警察？康文街嗰啲塞車入唔到嚟，你即刻過嚟教教 over。4712依家係健民街過緊。我哋已經相處過曬啲人事，冇問題。over。方杰霞，我哋未睇呢部戏。你哋睇咗啦，系嘛？今晚睇，今晚睇。Da-da-dee-doo